还有我们的特别体验嘉宾演员肖战。希望，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在这个希望里面，尽自己的力量。在公益的道路上，我还是一名新人，我愿意借这一次的机会，向公益领域和扶贫领域的前辈们细心的学习，虚心的请教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希望在以后可以参与更多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当中。谢谢大家。可以碰吗？可以碰，可以碰。小美加步枪就是对，哦，是啊，就是毛主席说的，知道于谦小美以后，毛主席说小美加步枪。哦，是啊，太阳山抗日战争的时候。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不知道来自于于谦。就是吃在嘴里，它咽下去之后有一股回甜在嘴里。产品是最好，但是实际上这几年由于这个知识盆地。有区位优势，但没有交通优势。最高端的一个罐装小米小仙女，300克，叫小麦秧。坚持还是什么？做人，我们就要诚实。对，我们做事就是实事求是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小米还是得咱们禹县种出来的才行。精炼的最终的一个，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道工序。对，这块是最后的一道工序。这是我们的餐谱。要不这叫什么工艺？刻金。刻金。对。这个得心特别细才行。对，这个得定下心来，然后慢慢的去研究探索。这个呢，就是可以给你们送福了啊！哎呀，好好，谢谢老太太。来吧，同志们，一人一个，来送福啊！送福，来，送福，来。这就是工笔，传统的工笔，但它的颜料不是用的主要颜料，它是自己自创的一种抗红颜料。这同时在做，它这一做以后，它可以扔出4张。哎，那不会变成最后一张的颜色最淡？哎，一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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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让他往前走吧，你走不了的，你就再会这么来回上下动，你动不动他自己就走了。哦，你不管你着急啊，越着急越不走。Thank you.
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对工艺的这个认识，我觉得工艺它很大，就是我每天做一些小的善事，你可以把它算作是工艺的一小部分。所以我来做这个工艺，我想是细水长流的一直把它做下去，能尽我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把这些力量凝聚起来打到点上去。就像这一次雨线，确实我来了，我就是来了解他们具体他们需要什么，而不是说我只是简单的我出现了就可以。